这把我们又是狼人，之前教过大家狼人要找落单的平民刀，防止被其他的好人发现，像这样。 First blood， 呀，被抓包了。兄弟别跑了，事情不是这样的，兄弟你别跑，你听我跟你说，不要过来，你别跑了，别慌，看我怎么反咬他。啊，四号室狼人，四号室狼人，我刚刚看到他在电力室刀人了，然后我就怕他杀我，赶紧跑。你们都看到了，他追我追了整个地图。四号室狼人，七号，你慌什么？我先复述一下刚刚的场景，我去厨房做任务，看到七号站在尸体上，他立马从我面前跑出去了。七号，我问你，你如果是好人，你为什么不站在尸体旁边报警呢？我怕你刀我。狼人刀人以后有10秒 CD 啊，你怕什么？我明显就是你在说谎。看到了吧，狼人被抓包，什么意思吗？开口狼人杀就是这么简单，你也想了吗？赶紧点击下方链接下载吧。